在这一边，他说 Diagram 7.3 show a target board，然后它有三个 region，然后 region 一你丢到这一边的时候，你拿到一分；region 二你拿到两分，然后 region 三你拿到三分。OK，so 我们有阿玛、沙尼、穆拉三个人参加，然后每个人都丢三次，OK，然后在三米外丢三次，然后 table 七。Show a incomplete result of the game. OK, so 阿曼丢到三二，三二是在哪里呢？三二是在这边，剩下多少？剩下多少？所以这个是两分了。然后减三减一，减三减一在这一边，减三减一在这边，一分了。零六三分了，所以它是二一三六分。达尼四一四一。两分了，减一五，减一五，在这一边减一五，三分了，三零一二三，三零两分了，所以是二三二，然后加起来是七分，那是五减二，五减二，两分，减四六，减四六，三分，还有 xy，它总共六分。OK，XY 是六分啊。OK，好，来，它总共六分，六分二加三五分了，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是丢到一分，它丢到这个区里面。OK，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是二加一加三六，二加三加二七，二加三加一那一个这样哦。所以那些点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找出这一些点出来了。OK，所以我们。刚刚的那个是三二减一一，然后三二减一一，三二减一减三二，然后减三减一减三减一，然后过后还有零六零六，那个是第一个人的，然后第二个人呢是四一减一五，一。减一五，然后还有这一个三零，OK，五减二减四六，五减二减四六，五减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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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减四六，减四六，是在这一边，减四六，OK，五减二减。然后还有一个一分，一分是在这一区，一分是在这一区。然后他说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，他 xy 是三 unit from the origin，OK，它距离那个 origin 三 unit，所以它距离 origin 三 unit 的情况之下呢，其实是距离的零零三 unit，距离零零三 unit 的话呢，它其实是有。一二三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一二三，还有一二三，这一些都是它经过的点，所以这一些都是距离那个 origin 三个 unit，就是说它距离零零三个 unit，这样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一分了，这一些都是一分了，所以 xy 呢最简单的是这一个，就。减三逗号零，OK，所以它是减三逗号零，所以我的 XY 是减三逗号零，就是这样来的，OK。